可以講係北部應該目前唯一一個都係在售緊最靚景觀嘅海景景觀呢一個樓盤嚟。原來真係有寫字樓，但係都有住宅喎。樓盤樓下就係候機樓，咁樓未交樓，商業已經開始行緊，係咪非常之好咧？嚇！啲錢俾人凍結曬，趕住買樓㗎，點算好啊？大灣區買樓最怕匯款嗰陣資金被凍結，搞到血本無歸。V 家擁有合法匯款牌照，有咩問題 100% 由 V 家賠俾你。全港18間分店，超過100位香港經紀，為大灣區置業嘅香港投資者提供安全可靠嘅買賣樓宇服務。Hello， 大家好，我是 Gordon 啦。咁今日咧又嚟到我哋馬鞍島呢個片區啦。咁好多人咧都知道啦，成個馬鞍島最出名嘅深中通道，馬上喺今個月就會通車。咁好多人就講話，唉，馬鞍島上邊好似依家啲樓盤都賣到七七八八啦，嚟嚟去去都幾個盤喺度選緊，到底幾時先會有新盤加推？今日咧就為大家推介一個全新嘅項目——中興智慧城啦。咁呢個項目嚟講咧，都係屬於呢個馬鞍島嘅北部呢個片區嚟。整個北部片區嚟講，都係作為成個馬鞍島嘅重點居住嘅呢個生活區域。周邊嘅整體環境啦，同埋佢生活配套都係相對比較集中嘅。大家之前我睇過我哋好多片，我都知嘅。北部作為生活區，整體位以公園、學校呢啲配套設施為主，都係深中通道一個第一落橋點。中部作為整體產業嘅集中核心區域，就係基本上都係啲工業用地同埋產業用地為主。雖然都係以高科技產業為主，但係嘅話咧，佢整體嘅生活配套可能稍微少啲啦。咁南部片區嚟講嘅話咧，周邊嘅整體配套都係以翻商業配套為主嘅，但係嘅話開發嘅週期可能會更加長啲。好多觀眾咧嚟到我哋馬鞍島咧，就會作為作一個選擇啦。好多人就會講話，北部雖然整體環境雖然比較成熟，但係咧整體嘅話好似冇乜景觀喎。嗰啲有景觀樓盤位置基本上賣曬嘅，咁目前呢一個中興智慧城可以講係北部片區目前唯一一個都係在售緊最靚景觀嘅海景景觀呢一個樓盤嚟嘅。目前中興智慧城呢一個樓盤嘅地理位置咧係非常之靚，都係之前好多人有路過，但係咧一路都唔知道原來呢個樓盤係個樓盤嚟嘅，並唔係一個寫字樓嚟嘅。之前好多人都會以為話呢一個中興智慧城係一個寫字樓嘅片區，但係依家咧呢一個樓盤係正式推出嚟，原來真係有寫字樓，但係都有住宅喎。而且首次推出嘅一個住宅嘅性價比，我覺得非常之高嘅。點解呢？目前樓盤嘅位置離呢個深中通道嘅上橋點係最近嘅，目前成個馬鞍島上面係最近嘅距離，800米距離就可以直達到。之前咧我哋有介紹過呢一個保利左岸項目，就喺呢個樓盤嘅斜對面嘅啫。從呢個樓盤我可以望住佢嘅。之前好多觀眾講話就係中意呢啲位置，因為近住呢個深中通道啦，近住地鐵站啦。咁依家呢一個智慧城嘅位置，我覺得係都係你哋中意一個位置嚟嘅，就喺保利嘅正斜方嘅啫。而且話佢前邊咧係呢邊呢個海景，後方咧係正正望正咗成個翠湖康公園嘅，所以景觀面嚟講嘅話，前後公園同埋後邊嘅一個海景視野面都係非常之正。如果觀眾朋友又想話近呢個深中通道落橋點，又想近呢個地鐵18號線嘅一個地鐵口，而且又想話整體景觀面好咧，咁呢個樓盤我覺得不容錯過嘅。而且話之前好多人講嘅馬鞍島上面最大嘅問題咩？商業配套呢個樓盤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喎，信唔信 ？OK， 咁我哋睇完咗大區域之後，我哋去睇一睇依家呢個樓盤目前在售緊嘅情況係點樣先。OK， 咁我哋依家咧就嚟到呢個沙盤圖啦。咁睇完咗大嘅區域之後咧，我哋了解一下目前在售緊嘅呢一個樓盤到底佢整體規劃係點樣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啦，正面呢兩棟樓就係目前已經起好起身封曬頂噶啦，啊都拆緊外立面一個寫字樓嚟嘅。咁到時候佢嘅設計咧，右手邊呢一棟咧係萬豪酒店5星級嘅，目前已經確定過入住噶啦已經。然後第二棟呢一棟咧就係中興集團嘅一個研發機構啦。到時候深圳嘅中興集團咧就會全部搬過嚟呢一個位置，所以嘅話呢一棟就全部都係寫字樓配置。樓下咧呢一個就重點同大家講講啦，就係之前我哋好多人嚟到深中通道呢一個落橋位嘅時候咧，嚟到呢一個馬鞍島嚟睇樓，好多人就會講話深中通道喺呢邊嘅一個落橋位咧會有一個候機樓喎。啊，就係呢一個位置啦，啊，冇錯嘅，樓盤樓下就係候機樓。如果話想要搭飛機嘅時候咧，直接嚟屋企樓下就可以搭
搭乘呢一個接駁巴士去到機場，而且可以喺呢邊辦理呢個登機噶啦，已經。所以話咧係非常之方便。未來嚟講嘅話，如果需要去到深圳搭飛機，直接落樓嚟到呢邊個做埋登機，然後我坐呢邊嘅接駁巴士，直接一條路線上去深中通道，就去到寶安機場噶啦。可以講話便利程度係非常之高嘅。好啦，咁睇完咗呢兩棟高樓之後，旁邊呢一片咧就係、是、目前已經起好細嘅呢一個商業街啦。我哋依家嘅售樓部位置咧，其實到時候都係一個商業嘅一個位置嚟嘅。咁目前佢已經成功招商咗好多嘅一啲商家，預計咧係今年嘅八月份到十二月份就正式會入住嘅。呢一個都係呢個樓盤嘅一大特色之一。好多樓盤咧，可能都係諗住話，啲人先入嚟住咗先，交樓之後商業先慢慢開始整。但係呢邊樓盤咧係商業行先嘅喎。不過呢個問題我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因為成個馬鞍島其實依家目前最緊缺嘅都是商業配套，咁呢啲商業一旦落成，其實對於我哋購買喺呢邊居住嘅人都係好大一個信心之處嚟嘅。有埋呢啲商業喺呢度，我哋落樓最基本嘅食飯啦、買嘢啦係完全冇問題。咁依家已經確定嘅，好似西餐廳啦、咖啡廳啦、麥當勞啦，包括超市，全部都已經落實確定㗎啦，已經。所以講你落樓呢啲問題已經唔需要再擔心。咁樓未交樓，商業已經開始行緊，係咪非常之好呢？OK， 咁我哋睇翻依家在售緊樓盤內部嘅情況先。成個樓盤咧，其實佢係由四棟小高層同埋剩餘嘅呢啲全部都係高層單位組成嘅。咁依家咧係第一次加推，之前嗰一層都未推售過嘅。目前推售咧係呢邊嘅三號樓、四號樓同埋呢邊嘅九號樓。九號樓咧就係目前呢個樓王單位啦，佢哋係成個小區中間嘅一個位置，前後咧都係花園景觀，而且話樓間距都係最闊落位置。但係咧，對於我哋香港朋友嚟講，好多人都諗住話：我唔中意中間喎，我要睇下出邊嘅景觀，望到海景嘅有冇啊？冇問題，係有嘅。頭先我哋有提過啦，呢邊嘅樓盤咧係有海景望嘅。點解呢？因為佢離呢邊嘅一個深中通道係非常之近，只有八百米，佢係臨近住我哋呢一個愛丁堡嘅一個海洋嘅位置嚟嘅。喺樓盤嘅三四棟咧，直望出去呢邊就係海岸線㗎啦，已經。中間只有兩塊教育用地。到時候都是起呢個小學同埋中學嘅呢個建設嘅，所以我係完全唔會有任何遮擋。你稍微買高少少啦，學校五層高得未？六樓七樓絕對係已經完全冇遮擋嘅。所以嘅話，如果我想要睇到海景嘅單位咧，小高層十七層高，三棟四棟嘅東邊位置都可以望到海景嘅。咁如果話高層單位咧，咁就真係要買高少少啦嚇，買高少少嘅話就可以望到好遠處一個景觀面，但係就一定要越過前邊十七層高嘅呢一個小高層單位，先會無遮擋一個視野。所以嘅話，有高有低，任君選擇。咁依家賣緊嘅三號樓、四號樓呢啲小高層咧，主要嘅面積段就係呢一個八十八方同埋一百方嘅三房四房嘅單位。高層咧就係以大面積為主嘅一百方同埋一百一十七方嘅單位，整體面積嚟講咧，從細到大都有得選擇啦。睇翻個人個需求。咁目前啱啱開盤第一波深中通道通橋前嘅第一波推盤，三號樓、四號樓嘅呢啲小高層單位咧，目前嘅售價係講緊一萬八千幾到一萬九千幾咁樣一個售價。咁九號樓樓王呢個單位咧，就係兩萬到兩萬二之間啦，就有平有貴，有啲特價貨，睇翻大家話點樣選擇。OK， 咁睇完咗整體一個沙盤之後，我哋想一想睇佢目前在售緊嘅一個示範單位係做成點樣嘅，而且發展商同我哋講，依家佢哋呢個樓盤嘅交樓標準可以講係成個馬鞍島上邊最高嘅標準喎，到底高成點啊？我哋快啲上去睇睇先。OK， 咁我哋依家嚟到佢一個示範單位位置啦。我哋嚟嘅呢個位置咧，就係佢呢個小區園林入邊嘅。我哋可以睇到，目前全部嘅樓棟咧，其實都係在建中嘅。
咁我哋咧就只做咗一部分嘅一個園林景觀出嚟，我哋可以睇到其實整體都比較舒適，而且話咧呢個樓盤全部都係統一交樓喎，佢就並唔係話好似有啲樓盤咁樣先做一部分建設，然後咧一部分先交樓，後邊再等，並唔係嘅，佢成個樓盤係統一進行一個建設交樓，所以話咧唔會擔心話未來小區會唔會仲繼續喺度建設緊啊，或者話有冇一啲部分嘅設施冇整好啊，呢啲都唔需要擔心。我哋依家咧就嚟到呢個實體樓嘅一個示範單位，準備入去入邊睇一睇。咁我嚟到呢個大堂呢個位置，我覺得真係好有必要同大家一齊介紹一下嘅，因為咧佢呢邊嘅大堂整體設計真係做得比較唔錯嘅。我哋可以睇到啦，佢整體嘅大堂咧，佢係做咗呢啲中央空調嘅一個冷氣大堂嚟嘅，全部咧都有一啲書吧嘅位置。每一棟樓下都會有呢啲休閒嘅設施嘅空間啦，好似呢一棟樓下做一啲書吧啦，入邊全部帶空調嘅喎，哇！咁真係每日嘅喎，如果天氣熱嘅時候落嚟樓下都攤空調都唔錯噶。咁有啲樓棟樓下咧就係啲運動設施啦，每一棟唔同，所以到時候交樓標交樓嘅時候就睇翻你嗰一棟到底係交點樣一個會所空間俾到你啦。咁入嚟大堂呢個空間咧，我哋可以睇到全個大堂咧就全部都係貼磚嘅啊，所以嘅話咧都好靚仔，我哋要望望嘅。然後呢邊嘅話就係兩部 lift 啦 ，lift 位整體嗰啲設計我覺得做得都唔錯嘅，聽講都係用緊日立最高標準呢個 lift 喎。OK， 咁我哋依家快啲上去示範單位睇一睇先。OK， 咁我哋先睇第一個示範單位，100方嘅。咁呢一個100方咧都係目前在售緊，我覺得話整體嘅視野景觀面最好，望海景最靚嘅。而且呢一間咧都係一個交樓標準，我哋入門口嘅呢個位置咧鞋櫃都係交標嚟嘅，到時候全部一樣。而且話佢呢個最大特色咩呢？佢全屋做曬呢啲護牆板俾你喎，唔需要話另外好似啲預交室，你需要另外再拆牆體啦，或者話貼牆紙都唔需要嘅。咁入門口第一間咧就係呢邊呢一間書房啦。呢間房間咧都係比較細嘅，但係你正常做下衣帽間、儲物間或者話呢一個書房都 OK。100方嘅單位你做4房喎，係咪好實用呢 ？OK， 咁又入邊睇睇，100方咧都係做到南北對流雙露台設計。快啲帶大家睇睇個景觀到底幾靚先。咁呢一個主露台咧，其實係朝北向嘅一個朝向嘅，但係咧望到呢一片嘅一個景觀面真係好靚好正嘅，大家係咪？前邊咧我哋睇到呢啲空地咧，特別依家喺度施緊工，沿海嘅呢個部分咧，全部都係教育用地嚟嘅，所以咧佢唔會有高層出現。咁我哋依家嘅示範單位咧就喺17樓嘅。望出去咧個景觀真係非常之靚啦，但係未來佢前面就算有起咗少量一個建築物出嚟，其實都唔會受影響嘅。而且話旁邊呢邊全部都係公園用地喎，未來咧都係做一啲公園嘅設計，咁你整體景觀我覺得會越嚟越靚添。後邊嚟講嘅話，會設計呢一個依家做緊嘅體育館啦，同埋呢一個藝術中心啦，全部都喺呢一片。所以嘅話咧，北部片區可以講係目前馬鞍島未來重點打造，而且話都係最集中嘅呢一個工建配套位置，無論學校、公園定係呢啲基建設施，都會集中喺呢邊。所以呢個樓盤可以講話單獨咁樣享受到所有呢啲配套設施噶。OK， 咁我哋入邊睇一睇先。客廳同餐廳咧係做到一個南北對流一個設計啦。咁餐廳位我覺得話100方嚟講都算比較市正。依家佢放咗張細嘅書台餐台仔，我覺得話都夠用嘅。你到時候正常咁樣放翻張6人台，我覺得係 OK 嘅。啊，咁呢邊對出嚟就係呢一個生活露台啦。生活露台其實就係望翻小區園林景觀嘅，但係目前入邊嘅話就未做嗰啲園林出嚟，所以睇唔出整體效果嘅。咁呢邊咧就係廚房位置啦。咁廚房咧都係一個比較唔錯嘅交標，我覺得。正常的廚櫃啦、三件套啦，全部都配套齊全嘅，而且話佢嘅三件套唔係燒到碗櫃，係洗碗機喎。我覺得呢一個真係非常之唔錯嘅。嗱，咁呢邊都預留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冰箱位置，可以做翻一個超大嘅雙門冰箱，我覺得絕對都冇問題嘅。咁入邊咧就係正常嘅3間房間，我哋入嚟睇一睇先。第一個就係公共洗手間啦，洗手間都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呢啲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嘅。可以看到的鏡櫃啦、洗手台啦，同埋入邊嘅所有浴具都是有齊的啦。咁入嚟呢邊嘅第二間房，咁呢間房間咧都是一個全飄窗一個位置嚟，而且我哋可以看到佢嘅飄窗位置其實係比正常的房屋飄窗都會大啲嘅。依家咧佢發展商並冇話將呢個飄窗位置利用起身，但係我覺得話呢個位置係完全可以利用嘅。佢呢個位咧係完全冇柱位，如果話做翻個榻榻米嘅一個設計嚟講嘅話，空間會更加好啲嘅。咁依家佢放呢張係細牀嚟嘅。就講緊1米2度嘅一個細牀，咁呢邊咧就放咗個櫃啦。但係如果話你利用咗呢個榻榻米嘅呢個飄窗位置做咗榻榻米之後咧，整體空間會更加利用得好啲咯。係啊，咁第二間房間睇一睇呢邊呢一間先。咁呢間咧就正常標準啲嘅房間啦。對100方嘅面積嚟講咧，佢做到4房，我覺得已經係非常之唔錯嘅。咁佢每一間房間嚟講，你講話佢非常之大，我覺得又唔係嘅。但係咧就市正嘅，
正常做三邊落床是絕對沒問題，這邊的話就放在一個很大的衣櫃位，那到時候如果設計得好一點，利用上飄箱，我都說整體空間會更加好一點。 OK， 我們入邊提到最後的主人房是新成點先。主人房呢一樣都是一個超大的飄箱位，目前放的這張都是一個大床來的，都可以做到正常三邊落床，那整體空間我覺得做得比較不錯的。而且說你們信不信100方的單位它有衣帽間，快點由這邊看看先。這邊是一個非常獨立的衣帽間空間，這個位置來說我到時候都是可以開始類似的現在這樣的設計，兩邊做衣櫃，真的做得非常不錯。對過來這邊就是一個洗手間的位置，對於主人房的套間設計來說我覺得是非常實用的，100方的單位做四房兩位，你覺得是不是很棒呢？目前來說這個樓盤我覺得是整個馬鞍島上邊的實用率已經做得最高的一個樓盤來的，100方的四房單位整體每個房間其實都非常市正，而且空間都不會算很小。最重要的是什麼呢？是目前非常之少有的海景單位嘛。如果觀眾朋友對這個樓盤有興趣，快點跟我聯絡啦。 OK， 那除了我們現在看到這個100方的單位，還有一個小小的88方的單位又是怎樣，我們快點去看一看先。好啦，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二間示範單位，88方的三房兩位，88方做三房還是兩個洗手間，沒錯。我們看一看先，這一套單位就是傳統戶型，一個正南向的一個朝向來的，看回小區裡面的一個園林景觀。不過呢都實話實說，目前樓盤呢前後都在進行建設的，而且說這個樓盤我覺得最大一個弊端之處其實就是它的樓間距。如果說你想要買到景觀面靚開揚的呢，就一定要高層，如果說低層單位呢你就要低一點，就不要選中層的，因為中層呢我們可以看到外面其實有一定的樓距在這個位置，所以整體視野景觀面就並不是非常舒服的，我們可以去外面看一看。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現在我們是3號樓一個示範單位，前面就是9號樓，它這邊的樓間距來說大概都是說30米左右的距離的。如果說你買到這些中層的單位的時候就會覺得比前面有一定的壓迫感，但如果你買低層望到整個小區園林景觀，我覺得反而是 OK 啲嘅。咁高層嘅話就梗係好啦，望曬曬出邊嘅一個位置。好似呢一棟九棟嘅一個樓王單位，點解佢叫樓王？就係因為佢真係最高，而且話周邊，如果你買到高層單位，係周邊完全冇任何遮擋嘅。我哋去派頭旁邊呢邊就係翠湖公園啦，旁邊嘅整體公園景觀都非常之舒服㗎。咁依家話因為未拆排山睇起身，我覺得話有啲驚驚地啫。但如果我拆曬排山，其實都 OK 嘅，我覺得。目前咧，成個樓盤嘅一個工程進度都比較快㗎，成個樓盤全部都已經做曬方頂，依家都已經陸續喺度拆緊排山做內部嘅一個裝修㗎啦。好啦，咁我哋睇一睇呢邊嘅一個廚房先。88方嘅廚房嚟講，我覺得話真係已經做得非常之唔錯㗎啦。正常的三件套，然後帶埋一個明窗，這邊的冰箱位置我覺得真的都出流得非常之不錯，對於一個88方的單位來說可以有這麼大的冰箱位都是很少見的已經。那我們看一看入面三個房間先，整體客廳餐廳我覺得都很市正，而且空間來說不算小的。那這邊第一間房來說的話，它是劏出去外面的露台位置的，剛才大家有沒有發現呢？88方的露台有6米長，是不是非常誇張？而且話呢邊房間嚟講嘅話咧，就稍微佢呢張牀其實我覺得係有少少定制嘅，可以睇到真係我覺得比較長啲，正常應該係冇咁長嘅。但係呢個房間我都係建議做翻塔塔米為主咯。88方嘅三房嚟講嘅話，你上房間好大又冇乜可能，所以嘅話咧，如果呢個房間做翻一啲塔塔米嘅設計啦，咁樣會更加好啲嘅，將啲空間利用起身啦。咁睇睇呢邊先，第二間房。同埋呢一個洗手間，洗手間嘅話都係做咗乾濕分離呢個設計啦，呢啲嘅話都係好標準，而且話好實用噶啦。然後呢間房咧，佢就做咗塔塔米啦，大家可以睇到佢呢邊咧就將呢個空間全部做到牀，而且話衣櫃位置同牀嘅位置拼埋一齊使用，所以個空間雖然細，但係咧都實用咯，好用嘅。呢邊嘅話又有書台嘅位置，如果話屋企唔係太多人，咁呢間房間就可以空起身做翻衣帽間或者儲物間都 OK 嘅。最後就係主人房啦。咁主人房咧，佢就係一個玄關位咁樣入嚟嘅，先會做咗一排櫃喺呢個位置啦，當係一個衣櫃位啦。然後呢邊咧就正常一個主人房嘅空間。88方嘅主人房嚟講，我覺得係標準㗎啦已經。而且話呢邊仲帶埋洗手間啊嘛，大家可以睇一睇嘅。洗手間嘅話就喺呢邊呢個位置，所以個88方佢整體嘅主人房嘅空間，我建議係會拼埋呢一個飄窗位置，仲係一個使用會更加好啲嘅。因為咧，佢呢邊樓盤最大一特色之處就係個飄窗位全部都係全飄窗，完全都可以利用得起身嘅。咁如果話將張牀拼埋一齊嘅話，張牀咪大啲，而且個空間會更加大啲噶啦。
OK， 咁目前嚟講咧，呢個面積88方就係依家在售緊嘅最細面積。咁有啲觀眾問話，頭先我哋介紹嘅時候，好似有啲更加大啲110幾方嘅，但係咧目前樓盤就並冇做示範單位出嚟。如果個觀眾朋友有興趣，可以嚟現場睇一睇，我哋呢邊嘅話有圖蹟，有詳細一個資料介紹嘅。117方嘅單位咧，就同頭先100方嘅單位係一樣嘅一個格局嚟嘅。不過咧，117方可以做到5房喎，係咪非常之實用？而且話喺9棟嘅高層單位，整體一個視野景觀面會更加好啲嘅。OK 啦，咁我哋睇完咗成個樓盤嘅一個介紹之後，我哋做少少總結先。OK， 咁我哋睇曬咗成個呢個中興智慧城嘅樓盤介紹啦。咁呢個樓盤咧，我哋做翻少少總結。其實成個馬鞍島片區嚟講，我哋都深受到我哋港澳人士咧一個追捧嘅。好多人咧都嚟到呢個馬鞍島進行置業。咁之前好多觀眾成日問我話，要海景要靚景，因為之前好成個馬鞍島咧，基本上外圍嘅呢個景觀盤係賣得非常之快，而且個價錢都相對高啲嘅。咁目前咧呢個智慧城，我覺得係目前唯一一個可以望到咁靚景觀嘅呢一個樓盤嚟㗎啦。所以話如果話又想追求喺深中通道落橋位嘅位置，又想要景觀靚嘅咧，咁呢個樓盤我覺得值得推介嘅。咁目前嚟講，樓盤嘅售價係講緊18000幾到22000幾不等啦。價錢嚟講咧，我覺得中規中矩，唔算平，都唔算貴，可以講係目前比較適宜入手一個價位嚟嘅。咁之前有啲樓盤嘅話講緊話，16000都有喎。但係咧，我覺得話樓盤雖然話平咗，但係質素你要相對做得更好嘅，我覺得比較難咯。依家嚟講嘅話，都係講緊一分錢一分貨。咁我覺得成個智慧城嘅裝修又好啦，或者佢交樓入邊嘅園林景觀嗰方面，我覺得都係交到貨。而且最重要係咩咧？呢個樓盤係目前唯一一個商業配套已經逐漸喺度兑現緊嘅。咁我哋頭先有睇到一啲空鏡啦，成個智慧城嘅商業體咧係已經全部整好曬噶啦，而且係佢哋已經確定咗招商嘅一啲企一個單位入嚟。好似麥當勞啦、餐廳啦、超市啦，呢都已經係確定咗入住嘅。所以話，如果話喺今年年底前，呢啲商家真係入住到呢一個樓盤入邊，我覺得係會係未來呢一兩年內啦，好多馬鞍島上邊生活嘅人都會過嚟消費一個區域嚟㗎。而且話隨住深中通道一個通車之後，慢慢咁樣深圳人不斷咁樣往呢邊進行一個移接過嚟啦，越嚟越多人嚟到馬鞍島生活，我相信會越嚟越旺嘅。咁依家嘅呢一個機會，我覺得係一個非常唔錯嘅時機嚟嘅。咁又想要靚景觀，又想話配套設施會齊全啲，離深中通道更加近啲，離呢個地鐵站口嘅話都近啲嘅話咧，這個樓盤我覺得值得推介。OK， 咁如果觀眾朋友對馬鞍島上邊嘅其他樓盤都有興趣，都可以歡迎同我哋進行一個聯繫噶。我哋隨時可以出團，我哋今集就到呢度先，我哋下集見，拜拜。